各位校园请就坐吼，咱即马开始上课。请起立。今日，请坐。大家好，大家好。我本来是讲，本来要用台语来讲啊，我也是一直在练习讲台语啊。今天听说有我们的高超原住民在一起，所以本部要叫我用华语讲啊。其实我现在什么都讲不好。这里头有没有从事农的？请举手一下。有哈？有没有养羊的？没有啊。请大家吼，那个手机把它关掉。拜托。假如一响，或者是有人为了打手机在移动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忍耐一下，差不多一个半小时。那我今天的讲题是台湾的农业问题。台湾的农业问题很多，不过其中我比较重视的就是在来品种的渐次消失。这里意思能怎样知道吗？也就是在来一种就是 本土的品种渐渐的消失。其实台湾的农业问题也就是世界的农业问题的一部分。世界的农业问题是源自经济至上，大家都在追求经济利益，在这追求物质享受，所以可以说是这样，经济至上，所以要经济开发，经济开发的要一定要土地开发，比如说你盖六轻也好，或者是核电也好或者是有电脑公司也是要盖大楼用很多的土地，当然农业的话一定要土地开发，结果就是森林破坏环境破坏。我记得 是去年是吧，在苗栗，应该是在苗栗，为了要开发，要来盖一个公司，将水田稻田都破坏掉了然后这个森林破坏一定会引起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自然生态破坏的引起的生物界的问题就是生物种多样性的渐次消失还有再来品种的渐次消失，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个是我关心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提这个来谈。那为什么要再来品种，它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价值就是这里，所谓的再来品种就是某一种生物种在一个自然环境里经过几世代，不晓得几百年几千年的自然淘汰后生存下来的品种，也就是我们在讲说适者生存
的结果。因为呢，它自然淘汰就是中途不适合这个地方的东西一直消失，好的留下来。所以在台湾，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大家现在我们拿芭乐，拖芭乐来说，现在的芭乐是这么大，很好看。以前的拖把呢小小的，但是一个拖把呢你给放在房间看看，很香啊，然后吃起来很甜的。现在的把它这么大，但是没有味道，香味在哪里？甜味在哪里？没有。可能这个年轻人不晓得拖把呢是什么东西，他一生下来到底是看的就是这个大的，是吧？那个 tomato 也是一样，因为 tomato 干嘛变？有生一低一干，怎么呢？皮是这么厚的，那没有香味。它为什么皮？这干嘛变哦？现在都是用基因改造，它为了要运输的缘故哈，不能碰，一碰的话就会开始烂掉。所以要在皮上要找这个会很厚的基因出来，把接种在原种的。所以现在的 tomato 就是皮很厚，它不怕碰，所以方便运输，也就是方便赚钱，结果就把很好的品种就消失掉了。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已经适应本土的这个自然环境，像我们一样，我们适合于在台湾生活的环境。假如把你抓到非洲撒哈拉沙漠那边去生活怎么样，或者中东的沙漠地方，或者是埃斯基摩人生活的地方，你会觉得怎么样？也不适合的。假如你把爱斯基摩的人拿到台湾来生活，他们也觉得不适合，他们没办法生活下去。像北极熊，你拿到台湾来看看，你一定要给他要冷气，那水里面你要时时要放这个冰块，是吧？所以我们的本土的东西就是很适应台湾的自然风土，还有它对当地的病害虫害最大的抵抗力。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现在今年是满78岁啊，所以我小孩子的时候没有用过农药啊，当然有一些水果你会看到有一些虫吃的，但是并不严重。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用杀虫剂来杀虫呢？假定你将这些昆虫全部杀掉的话，以后你没有水果可以吃啊，因为这是授粉，就是靠这些昆虫。你吃蜂蜜，蜂也是昆虫啊。去年好像美国吧，他说突然发现蜜蜂差不多少了70%，都几乎看不见了，也就是常年用这个杀虫剂的缘故。因为杀虫剂它好昆虫坏昆虫都同时杀掉啊。所以我说再来品种的价值就在这里，因为这里有抵抗，所以可以少用农药，少用医药。所以它会消失的指纹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被经济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经济至上的观念就是
很短的时间内把它拿到菜市场去，市场去买。所以以前我们养这个土鸡，大家都看不起，小小的，长得很慢。然后一下子从美国拿了这个肉鸡这么大，大家都非常惊奇，非常高兴。哎，没有多久你就发现它的肉不好吃啊，哦，水水的。土鸡虽然硬，但是吃起来很甜。现在怎么样呢？为这个就是我用拿鸡来说，这个最短的时间呢，它要拿出去的理由就是要减少这个饲料的 cost 就是成本。你少一天，早一天送出去，你就少一天的这个饲料。这饲料，这畜产品最贵的地方就是那个饲料。结果呢，他用什么？他给你打生长荷尔蒙。一直讲到几个月才当好成绩，现在呢，几个星期就够了。我一下子长得这么大。结果呢，我们的孩子吃了，不是，我们的孩子吃了以后，你看八九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在长胡须小孩子小女孩子乳房就在大起来了，然后出潮就加快了，这违反自然的现象出来的，违反自然的做法会引起什么问题？会向我们人类报复。我等会来举例来说明。所以光是为了这个，所以他愿意拿外国的品种来，比如说。日本人现在农民就是相当被宠坏了，被政府宠坏，因为他有一些东西用，与其在国内生产，他反而到国外去买过来的，比较便宜，所以他就委托中国泰国越南那边有一些企业家，他指定这个品种，然后在某一种条件下你生产，我再替你买。所以本土种的他就不种了，他种日本人拿过来的品种，就种那个蔬菜的。然后其他人看到了，种这个比较有赚头啊，他现在也就是。自己本土的不要了，他都要拿外国的品种来。所以这个再来品种被什么取代？就是被外来品种跟基因改造品种。我刚才稍微提到了，现在玉米也是一样，要小心。大家以为这个基因改造的品种，我们人吃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啊，很危险的。现在美国人说啊，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是用动物实验，顶多一年两年来。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呢，20年或30年我才有出现问题的。所以不要安心啊。其实最好是我们消费者。说、no， 不买，你不买的话他就没办法生产了。可是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消费者的责任，为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讲的芭乐，大家都喜欢那个好看的漂亮的，是吧？蔬菜也就是一样，虫咬的他不要，它要穿漂漂亮亮的，其实越漂亮，
又有问题。那有虫咬的呢，虫知道那不是没有农药，他就来吃。所以我现在到市场去买菜，我都找那个有虫咬的，越漂亮的我越远离，我不碰。其实我们的那个水果也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就在农药，不只是乱用也是滥用的地方。其实农药并不是说什么农药都不能用，它有一些农药它规定，假如是你今天碰了，一定要在两个礼拜后收获，这中间不能。不过现在呢，他就是今天碰了两三天我就拿出去了，是吧？所以这个粮食的问题要进入口腔的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是良心的事业，没有良心的话不要做。所以我记得这个薏米薏米在台湾是很有名的糖果公司，他创业的这个老板，他受了日本的教育有日本人的精神，就是所谓的日本精神，所以他讲的这个糖果这是良心的事业。但是今年这是应该是老板是第二代吧，结果产生这个塑化剂的问题出来嘛，过期的是吧，也就是在台湾很少人什么超过100年的这个公司，在日本好多100年以上，从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以前就有这种程序下来，他们就是比较有良心为什么我们现在比较没有良心？我等会也会提到。所以外来品种跟基因改造的品种，它是因为不是当地自然淘汰下来的品种。像美国的牛，大牛，我们的牛就是水牛、黄牛，像美国的 Holstein 荷兰牛，这个都是不是我们的品种呢？是外来品种，因为是它不是我们当地本地自然淘汰下的品种，所以不适合我们的自然风土，所以对当地的虫害、病害不具抵抗力，所以呢，就需要用大量的医药、农药、杀虫剂。这农药就是包含杀虫剂跟除草剂，这除草剂就完全就是懒惰就民工的弯腰啊，去的手抄他就是用这个牙牙的啊，像越战的时候，不知大家记得吗？美军用这个空中杀破 boss 那个枯草剂是吧？枯叶剂，因为越共是在躲在森林打游击战，你要空袭的时候看不见，所以他干脆用农药把它布上，将那个一些绿的全部枯萎掉掉。所以他看着很清楚，是吧？结果之后越南人生这个畸胎是吧？连体婴啦、双头婴啦，这些很多事情现在还在
在生，越南的人生的这个畸胎率是最高的，因为撒布了那么多农药，你要一下子清除掉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用了的大量的医药农药的后果是吧？现在医药的话，刚才讲的生长荷尔蒙，它就是在残留在比较问题，不止这样，你因为外来的品种不适合，是容易生病。比如说外来品种的狗，跟台湾的土狗一比啊，你看，你到那个家畜医院去看，都是外来品种的狗啊，你几乎看不到是台湾的土狗，台湾的土狗活得好好的呀，所以你家畜也是一样，你家畜容易生病的话，它就来了，也就是像这个偏尼西林啊，这抗生素残留的，就是因为呢，像生卵鸡哦 ，Leghorn 啊，它也是外来品种的，它对台湾本土的风土病没有抵抗力，所以饲料里头它就要放这个抗生素。所以产生鸡蛋里头的残留问题，鸡肉里头的抗生素的问题，还有农药的呢，它环境污染以后它怎么样？你这样撒播这个杀虫剂，或者是除草剂，它最后往哪里跑呢？跟着雨水渗进去，就进入地下水脉。然后那到哪里？河川进入大海，在中间这些小鱼啦，它要吃污染了。那小鱼呢是中鱼吃，中鱼呢是大鱼吃，大鱼呢人吃。它从小中大，它这个农药越积越多，最多的。我们人来吃，这不是报应吗？还是再回到人来，这老天是非常非常的公平的，所以你看台湾的到处，你看给鸭头，你看着哎，你看着就是喜胜。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心惊肉跳的。甚至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呢。但是他因为到处你可以看到这个，以为这是普通的病，不是。本来是农药进去，我们的身体里头本来有自卫的，然后要保护我们的地方，要解毒的地方就是肝脏。年轻的时候，年轻的肝脏有力量，它可以解毒。解毒以后往到哪里去？这是经过肾脏过滤，从尿排出去的。所以尿是排出我们身体里面的老废物或解毒后的东西出去的地方，还有粪便，还有汗，还有唾液，这些最大的就是肾啊。结果呢，你肝脏来不及了，结果还没有解毒。这农药跑到这个肾脏那边去了，结果呢肾脏坏了，肝脏也坏了。所以台湾的这个肝炎呢，这是非常那个患率啊，致病率非常高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以外来品种替代在来品种是一种反大自然的非常愚蠢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反自然的行为就会说大自然的反扑，这个就是一种报复。还有
我趁这个机会来谈这个，大家都晓得狂牛病，哦，狂牛病，它在日本也成了大问题，因为日本本来没有，但是美国的牛有，为什么？因为呢，美国的牛是用反自然的方法饲养的，怎么样反自然呢？比如说，牛本来是草食动物，它只吃草啊。但是为了，哦，美国人是不吃内脏的。你屠宰牛以后，内脏它本来丢掉的，不过它不吃，要丢掉也可惜。反正你把它当做饲料添加物的话呢，它牛因为那是都是蛋白质嘛，牛吃的话长得很快。你拿这个给它吃的话，牛不吃这个动物的东西，连昆虫它都不理的。结果呢，他就把它用干燥油磨成粉，什么都在一起，然后添加在饲料里头。牛就吃了，他没办法不吃。所以这有两个反自然行为，就是草食动物你用人为的力量叫它吃动物性的东西，另外一种反自然就是你叫它吃同类的东西，看多可恶的事情啊！老天也会不会生气啊？结果呢，引起这个狂牛病的，这是一种蛋白质，并不是细菌、微生物，是一种蛋白质，叫做 prion。这 prion 就是一种蛋白，不是正常的蛋白。他喜欢跑到哪里去？他喜欢跑到储藏在神经系统里，尤其是脑方面。所以感染这个病的时候，他那个脑是变成空空的了，像 sponge， 像棉。我们那个洗这个碗筷的时候，啊，海绵。所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海绵样的脑症，普通的名称叫做患病者，都是狂牛病。然后这个 prion 从哪里来，到现在还不大晓得。不过我在猜，哦，假如人吃人的话，可能也会引起这个事情。至少不能吃同类的东西。所以这样就产生一种不应该有的这蛋白质出来，这个也是一种惩罚，就是反自然的。所以用这个外来品种来取代这个再来品种，我现在在这里取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哦，这一个以牛为例，这个以绿色革命为例，哦，这个是动物，这个是植物。这个牛，这是我自己亲身的。我11年在非洲工作，哦，我做过赖比瑞亚政府的兽医局长，哦，我在那边服务11年。跟人工队啦什么都没有关系，是我个人跟赖比瑞亚政府签合约，每2年一次合约，我负责国家畜牧局，也就畜牧发展计划。所以西非洲包含这个赖比瑞亚，西非洲最有名的就是比如说黄金海岸就是 Ghana，哦，然后象牙海岸还有赖比瑞亚，还有狮子山，还有 Gambia，哦，这些很有名的地方。
就是西非一带，这一带就有一种，有两个品种牛，叫做嗯拉玛跟摩杜罗两种。这个牛哦，有特征就是小小的，就这家。美国人一看哦，没有价值，他们这地方这么容易，这是最大公牛哦，公牛差不多800公斤的、啊，但是美国的牛都是1200公斤以上的、啊，所以生下来的时候真是比一只大狗还小呢。在美国人他们讲的啊，这个小的东西没有价值，所以他就用这个 Holstein 就有名字，这个荷兰牛，黑白的哈、哦、，Brown Swiss Jersey Brahma Aberdeen Angus Santa Gertrude 啊，这个很多都是外国的品种拿到美国去适应美国的环境以后，然后美国政府他有一个组织叫做 AID 就是国际发展总署，他是台湾也受过那个恩惠，他就专门有一个部门，你要畜牧要改良你的牛，好，他就未经产的母牛还没有生过的、哦、他给他受孕以后在怀胎当中他就输送到你的地方去，这是免费援助的。这个恩达曼摩杜鲁啊，它是西非洲的那一带的在来品种，所以刚才讲的特征就是小小的啊，小小的。然后对本地的红嘴病很具有抵抗力。怎么样抵抗力大呢？像他还在那个吃草的时候，你给他拿一滴血液检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种住在血液里头的原虫，大家都晓得疟疾，那是一种，有一种叫做非洲睡眠病的病原体，它稍微在里头在跑跑跑的、啊、你给他看到、哦、他在里头跑，不过他还好的，他还在吃草，但是外来品种一进去的话、啊、马上完蛋了。所以1960年代曾经有一个就是畜牧发展计划，美国给赖比瑞亚政府一批牛，结果呢都在半年以内全部死光光。所以我去的时候1970年1月，这农业部长告诉我说，下一次有一批牛，就是六个品种牛会来，你要把它当作你自己的牛、哦、来养。我在听得很奇怪的，很不熟悉的讲法是吧？我说为什么？为什么 要这样？他说因为196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结果全部失败。他说好，所以1970年就是说有引进这个六个品种进来，不过害得我几乎翘辫子，好困难呢。我是兽医师，但是我要选地，然后要写牛舍的设计图，还要监工，还验收。牛到的时候要到床上去做预防，因为我晓得一定是非洲睡眠病，也就是原虫病引起的，所以在还没有
登陆之前都要上船去给他打针啊。这个是没办法免疫，因为这个虫体太大了，细菌的话可以，细菌病毒可以产生免疫，但是这个虫的话没办法。所以我有时候半夜啊，晚上一点两点，我都 要去巡逻，再看牛有没有倒下去。但是我这人那时候觉得自己在磨命，好像蜡烛的一直溶解那样的感觉。所以我差不多三四年以后，我真是 倒下去，我心脏引起了问题，我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结果呢，隔壁的象牙海岸，隔壁的象牙海岸也是一样，他们起先也是从法国引进，象牙海岸是法国的殖民地了，然后从法国引进大型的，在法国的那个大型的很大很大，对，都是1500-1600公斤的这个大牛呢，他们也是一样的死亡。他说啊，那么用本地牛来杂交，至少它可以改良它的体型，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些本地牛分来的这个抵抗力，就要做了，然后在试验场的阶段做得很好，没有问题，因为试验场有什么？有兽医，有医药设备，推上面说哦，好了，那就可以推广到乡村去了。结果一拿到乡村去，哎，全部死光，乡村没有收益。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结论就是说，要本土种。结果这个是我也做了一些，我是做到这里为止。不过我的结论也是就是这个，这个也让这个粮农组织 FAO 他们也接受，一定要重视本地再来种，不可以跟他看好看头。所以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东西呢，你怎么能够随便把它丢掉？你的意思我要这个你就随便来，没有办法的。好，你要你就用很多农药，用很多的医药，这些往哪里跑？往人呢、啊？没有地方跑，往人呢、啊？你不听大自然的，你说害他就给你，他点点啊，默默的让你得到回报。你感到生气吗？老天爷有没有在生气？他不生气的，这是你们自己的嘛，是吧？你们自己要的。然后我谈到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这个绿色革命有两个主角，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Norman Borlaug， 这个人是非常活跃的，他因为这个绿色革命推进的非常好，所以在1970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当然另一个主角就是叫做 IR8，这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是非常一株的米粒非常多，所以选定这个来做，在哪里呢？推广在东南亚。那时候东南亚就是陷入在这慢性的饥饿，时常米不够。那台湾那时候台湾从来没有缺过米。那这个 IR8 就是在菲律宾有一个叫做国际稻作研究所 IRRI，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哦，这个地方，它是在菲律宾大学的旁边，哦，一个研究所，所以这个品种就是什么？实验室做出来的，并不是自然淘汰下来的。然后他，你要推广这个绿色革命的时候，一定要你种这个，一定要用大量的灌溉水。你大量的灌溉水，一定要做 dam， 一定要水库、水坝。像长江的这个水坝啊，起身哦，他们说成功成功，现在开始在后悔，这没办法，这是违反自然的。这河川是几千年、几万年就是这么来的，你一下子用人工把它阻挡住啊，你光是那个河沙就在水坝的门的时候一直积一直积，你看他们这个沿岸的这个。著名呢，他清算掉好几百万人，他们在写这个计划的时候，刚刚我在日本也帮他们翻译过，从中文翻译成日文，因为他们要说服日本政府要投资来投，所以你制造一个水坝就是在破坏这个大自然，大自然一被破坏，它的生态系一定是受破坏的。然后它需要用大量的化学肥料，因为呢，你用这个有机肥，以前的有机肥是什么？就是粪尿嘛，人的、家畜的、动物的啊。大自然这昆虫的粪尿也是一样啊。然后呢，它需要大量的杀虫剂、除草剂。这样一下来，已经20多年前了，人家开始在回顾这个绿色革命，那觉得到底是功多呢，或是罪多呢？到底算是成功呢？所以他结论就是功啊。它解除这个亚洲的慢性饥饿有显著的贡献，它大大的改革，那种种法从来没有过的啦，同一个品种全部在里面，然后盖水坝不止一个好几个，然后化学肥料，以前东南亚的人都是用粪嘛，人粪、尿粪、粪尿，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什么叫有机农业的，就是有机的东西。其实有机很简单呢，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就是有机，就是有机农业。这个我们都完全丢弃掉了，所以这个 Bordock 他的刚才那个人他得到诺贝尔奖，但是罪呢，他就是这些，因为这个 I28 这不是实验，这不是自然淘汰下的东西，所以啊，这些都是啊，所以。现在大家看水田啊，我上看这里看不到这个白鹭鸶是吧？白鹭鸶，白鹭鸶是靠什么呢？它靠田里面的蚕蛹啦、泥鳅啦、蝌蚪啦、青蛙啦、小鱼、虾子，就是靠这些呢。也不只是那样。农民自己也是，哎，去拿捞回来，哎，这晚餐，这个副食嘛，
啊，就是水田里头它有一个生态系，这个就是破坏掉，就是被杀虫剂全部杀掉，啊，所以很难看到白龙溪了哈。以前的话，我还当这个大学生的时候，还看到市长在田上面在飞，一群一群的飞，嗯。现在那一种风光都看不到了。然后绿色革命有一个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家都看表面，哇，这大家生产够了，大家解除了饥饿。但是啊，因为你整个东南亚那一片都是种同一种品种，然后这个品种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它的土种再来一种，不是，所以对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疾病没有抵抗力，所以万一泰国那边假如说是发生一个病的话，因为这同一个品种全体从大南亚全部都会产生问题，你就不是就整个区域陷入这个饥荒吗？你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在那种的话，你隔壁病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感染这边的，所以这边就没有米吃，这边可以提供，更远的地方更安全。所以这个都是变成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有价值，一下子解决了饥饿的问题，没想到原来有这种危险在里头。在1996年是吧，我到泰国去的时候去做交流，然后那边大学的老师就请我吃饭，也是到乡下去的，那个米他说这个米就是绿色革命时候一直用下来的，这个米也不好吃，我看到年轻的人他们都留很多饭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浪费，他现在不好吃呢，他们喜欢吃再来一种的，所以这个米也像这个像这个南芹菜，芹菜以前的芹菜啊，小小的细细的，但是很香，现在的美国的好大，最最没有的人，土鸡都是一样啊，所以你大家回想一下，你到菜市场去看，很多都是跟我们以前的印象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差不多已经是最大于公。所以还有一点时间，我现在把它都讲几个有关于我们现在一些农业上面的弊害或者是关于这个人心的问题，我顺便提一下，因为现状跟下面我要讲的不是没有关系，也就是借经济开发之名所修的森林采伐生态破坏，现在最显著的，我现在大家都现在很多人在担心的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它是非常现在危险的状态下，这生态破坏它导致生物多样性，
这个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不晓得有几百万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生物在，大家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连环完了之后，会影响隔壁的那一环。所以这个环越多，可以说每一个生物都是比较安全，但是这个环都是人在破坏的。那我开发森林的主要目的，当然这现在木材的利用现在变成非常奢侈的，你盖房子用木头的房子的话很贵的。然后另外就是发展牧场，也就是为了大家为了要吃好。你人生，我觉得人活的时候有很多欲望，很多欲望，你要说要开大车，要住好房洋房，要娶这个漂亮的老婆，温柔的老婆，或者是很帅的丈夫，要有钱吃中国菜，这都有很多欲望。我要儿子去弹钢琴，都是要教养。冬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壁炉，边听音乐，喝一杯热咖啡，这样享受。很多欲望，但是众多欲望里头，有两个最大的。大家可以想想吗？还有，这是食欲跟性欲。大家说食欲性欲这是本能，不是，这个不是本能，食欲性欲都是生理，生理。本能就是一个讲的行为，不学智慧就叫做本能，本来就是会的，是吧？你昂一下生一个人，孩子一生下来，他会吸奶，这个才是本能。肚子饿，就是生理嘛。消化，你现在吃东西进去，填饱了，再开始消化，消化，消化到。东西都跑进这个肠子里头，肚子越来越小的时候，它牵动神经的话，它就感到肚子没有东西了，你就会感到饥饿，你就会想去吃，是吧？性欲也是一样啊，它是生理，女性的话就是卵巢，男人的话就是睾丸，它产生荷尔蒙，它一。随着身体的大，他的脏器也越来越大嘛，他分泌的荷尔蒙就足够的时候，男的性征就出来了，胡须啦，肌肉啦，是吧？女性的话，皮下脂肪啦，变成很妩媚，是吧？然后要准备要怀受孕，是吧？为什么这两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跟你个体的生命有关系，就是食欲。你没有食欲的话，你就完蛋了，你死掉了。你没有性欲的话呢，你没有下一代啊，整个生命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两个就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两个连在一起，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有先后，哪一个先？食欲。先有个体，是吧？所以你不要说性欲，大家感到很不好听的。只要你活着，你就有，连一只昆虫都有，是吧？都是一样的。它是为了下一代的缘故，不能让你自己，是吧？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吃在人生上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好，
你说吃，你让你三餐都是排万青菜的话，你感到人生有乐趣吗？你看我们每日的生活，每一餐总是都需要有，哦，除了你出家人以外，哦，都是需要动物性蛋白质，都是肉，肉呢，肉有牛肉、鸡肉、猪肉，啊，什么肉都可以。你今天吃牛排宴了，我说是红烧，啊，我说就是吃猪排，我今天吃鸡，那牛呢？它也是牛奶啊，啊，牛奶你可以鲜奶可以喝，同时从牛奶你可以得到 cream 做 ice cream，啊，冰淇淋，还有牛油，你涂面包的时候吃的。鸡呢？哎，有鸡蛋，鸡蛋你可以做蛋糕，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荷包蛋啊，今天做哎呀吃煮蛋，啊，这个是让食生活非常丰富愉快的，是吧？还有啊，大家的皮带是什么做的？大家皮鞋是什么做的？不是皮吗？啊，皮包。所以畜产是在人生方面是多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如果我小孩子的时候，时常吃什么呢？吃着丢鸡鸡啊，哦，哎，死鸡也是拿来吃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些死的东西不吃，然后还吃的很多很丰盛，靠谁的力量？我们讲过，但是不要忘记兽医师，没有兽医师的话你就没有这么发达的畜牧，嗯，所以你说发明家啦，现在工业家他们也都是要吃啊，医生也要吃啊，不吃的话你有力量吗？军队也要打仗，没有吃动物蛋白你也是这样，没了，没有力量打仗，是吧？人生就没有乐趣。所以畜牧兽医是一体的。然后现在因为我们丰盛的缘故，现在狗猫，以前狗猫都是劳役动物，狗看家，猫抓老鼠，劳役动物，然后变成宠物，啊，宠物呢是好一点而已，哦，是人单方面说，哦，你乖乖你漂亮可爱这样。但是现在已经进化到哪里呢？就变成伴侣动物。有些人很寂寞啊，现在合家族，以前像我们的老头子都有孙啊，现在合家族啊，跟他 老头子老婆婆两个人住在一起很寂寞，是吧？所以说需要有一些动物，这个动物就变成伴侣动物，一旦成伴侣动物，他一生病也多贵你也容易愿意去拿到家畜动物医院去治疗，是吧？但是生活困难的时候，这些伴侣动物就减少了，合家族也少，大家说，啊，来省一点吧，大家一起生活。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好例子，以前啊，三个月能够吃到一次肉的话就非常好，这是内陆的问题。那以前中国那些大豆，哦，玉米它是输出的，到了他们开放政策实行以后，越来越丰富以后，他不卖了，哦，在进步以后变成怎么样，他不只是不卖，反倒收集，他是为了就是要发展这个畜牧。这亚马逊就是世界最大的一个热带雨林，它现在也是主要是为了要做牧场，为了要做农场，现在一直开始在发，以前是这么漂亮的，
现在变成这样。他先开一条路，一条路完了以后，他就开始往这边，往这边挤。以前这些森林呢，它就是产生氧气啊，氧气，然后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行光合作用，产生水果，产生很多东西。现在变成这样的话，它不产生氧气了，二氧化碳它这样一些木材它是用烧掉的呀，哦，以前的农田也是一样，用烧的比较快的，结果产生了二氧化碳，没有森林可以给你处理这个 二氧化碳，而且这里产的氧气也是我们在呼吸的，这整个人要考虑是一个一体的。所以中国那边发生的黄沙，不是台湾也在受害，日本不是在受害，是吧？所以要想是一体的，你不要说是这里是他们的问题，巴西的问题，不是，也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这是变成了地球暖化温暖的病毒。其实当然是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有影响，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最主要的还是什么？现在一个整个二十世纪，你看这个中东的石油，有一些地方是俄国也是一样，非洲的这个尼日利亚是一样，还有中南美，委内瑞拉等等，这些都是挖石油的，这石油。所以看那个地壳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了嘛，所以起起口口，地球也本来是自转非常很顺的，现在可能一下子，它可能就转在中东，一角度一变的话，本来应该温暖的地方变成冷，本来不下雨的地方变成会下雨，是吧？就是气象变成非常乱。尤其现在干旱，现在进化的很快。我在赖比瑞亚的时候，那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啊，撒哈拉沙漠越来越快扩大，所以在住在中非洲的那些部落一直在崩溃，没办法生存，所以一直往这个西边一直动啊。变成这样。其实最耐旱的家畜就是骆驼跟山羊。这撒哈拉沙漠大家都说啊，都是这个骆驼跟山羊把它吃光的了，不是，本来撒哈拉沙漠也是非常一个森林的，有牛，有大象，有这个麒麟都有的，这个大概应该是什么天变记忆，发生什么气象的条件啊，在那不下雨了，不下雨的时候，各种动物就越来越的饿死，剩下的就是骆驼跟山羊，应该这么想，不是他们把这撒哈拉沙漠吃掉的。所以为了水，你看，就是这么辛苦。现在喝这种水，这是干旱饥饿下来的，孩子就变成这样，已经麻痹了。你这些盲虫类来，他就不敢到什么样的啊。多么可怜呢，是这样。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吧？哦，但是现在仍然全世界有差不多10亿人口在饥饿线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反省的事情。这些干旱，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人脑筋想的、心里做的，都是人造成的。像这样 CO2 的事情，你看，现在中国的车子多大、多多啊？我这呢，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日本的10倍。假如日本消耗这么多的能量，现在大陆中国大陆提高到跟日本一样的程度的话，世界突然出现10个日本在消耗这些东西，然后呢现在就是1920年到2029了，2020到2029差不多是这样。这样下来的话，这边差不多到这样的话，我们差不多活不下去了，没办法活。所以现在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好好的，一定会影响到台湾来的。这个就是人的傲慢，冲上来，人的傲慢。比如说我们都是信奉科学啊，人必胜天是吧，或者是人类征服自然，都用这些名词，当时我们觉得 很当然的事情，可是这些都是危害破坏大自然的。真的是人征服自然吗？你人到月球去，你说征服自然，地心引力就是妨碍人离开地球，但是人发明火箭以后，他就有力量冲出脱离这个地球的引力推出去了，但是你没有地球的引力的话，你回不来的，它一直会回到那边去了。这是利用自然的法则，还是你离开不开自然的？所以科学是万能吗？我说 no， 绝不是，科学不是万能。所以科学上的一些发明啦、发现啦，这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大宇宙、小宇宙的生物现象。大宇宙就是这个星体的，小宇宙就是讲的人体的呀。我拿这个牛顿的地心引力来说，牛顿是20世纪的大科学家之一，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发现地心引力。但是地心引力在宇宙创造的时候就有了，是不是？他只是发现而已，人家老早就有了。这 Franklin 他也是发现这有电，他电了打雷的，还有显微镜的，发现显微镜，发明显微镜，他只晓得什么？晓得是人体有一些细胞，有红血球、有白血球、有血小板这样，这些都是跟那个免疫有关系的。显微镜之前，老早几十万年前就生物没有生物都是有这样的身体在作用运作。所以这些科学的发现发明就是在解释自然现象而已。
所以人的月球是往返啊，你到只是利用这个自然力的结果，并非自然的政府了哈。所以我现在要讲这个，以全世界的科学种类也不能创造仅仅一个细胞。由于这个哈，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也就是哈，你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顶端的科学家，你集一堂，所有的最尖端的设备拿来，好，你们给我制造一个细胞，没办法。何况我们这个身体，你看多微妙啊！而且这不同的细胞、不同的机能，产生不同的东西出来，而且都是连贯在一起啊！你看，肚子饱了，你就不能再吃。你不饱了，你没有这个神经让你知道说我已经饱了，你一直添下去，对吧？你肚子胃会爆掉的。你没有这个神经，我手把它插进这个火里头也不痛啊，结果要危害你的生命嘛，是吧？这种构造的，你看这酸的东西，哎，会老卵涌出这个唾液出来的，而且看到好吃的东西，这个就是准备要消化了，因为这个唾液里头有消化酵素的，很微妙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你说好，你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在做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做不出来，这个是让人想到一定有神啊，有一个万能的动物，这万能的就是我们给它名称就是神了，是吧？当然神呢，有很比较单纯的就是基督教啦、天主教啦、回教啦，哦，比如说唯神、唯创造主，只有道教什么神都有啦，哦，厕所的神也有，学问的神呢，要发财的神啦，啊，什么都有，这是人造的。人以前的人，关公啊，关公也变成神了，啊，是吧？妈祖也是呀，啊，本来是一个少女，一个女孩子，这哪能搞疯的啦，啊？所以，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我这不能谈得太深进去啊，不然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事情。因为这个，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我63岁的时候，我在说，我才敢说，这世界有神，这宇宙有一个神。以前呢，一直想我小学生的时候就对个宗教很有关心。那时候小学5年，我就已经。那时候立志说将来我要当和尚呀，那以后接触基督教啦，还有那回教的书，还有那印度教的书，所以我蛮有关心的宗教的。但是我63岁的时候，我才说有神，尤其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定有一个设计师，可能设计他讲好语了。所以科学宗教，科学是终端即是宗教，因为呢，你科学进一步，你前面还是生罗万象的宗教的世界，几十亿年的这个宇宙性，你顶多200年的科学，你怎么解释的？所以你宗教你比赛 不能说是那是迷信，你看毛泽东共产党就是否定这个宗教嘛。不过现在呢，现在尤其中国现在基督教徒已经差不多要冲破1亿5000人了，
从开放政策以来，也就是没办法否定这个东西的。所以宗教你不要说太批评别的宗教，因为宗教只要你信这个能够让你得到心安就好，不要说啊道教不好，不要说是回教太什么的，都不需要，什么宗教都好，每一个宗教都叫你好，没一个宗教叫你坏的，像啊回教啊伊斯兰教他们说很激烈，要杀人，这个都是人的自己在解释什么圣战啊，这是人坏，并不是宗教坏。所以我在这里说啊，在这里请你念一下啊，你说有一些人无神论者，认者说：“你给我证明神的存在。”没办法，没人看到。但是我也可以再回答说：“你给我证明说他不存在。”也没办法。所以这个你看，这宇宙的这些都很有秩序在转，一年四季。哎，他是到了以后他就来，是吧？这个秩序是哪里来？一定有一个设计师嘛，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啊，它并不是像突然爆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名称神呐、啊。我就是说那是大自然，一个有意志的大自然。所以在欢省、就在这里，不能说是我们也是地球村的一员、啊、不能随心所欲，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不过这一点、这个基督教徒他有误解了这个圣经，所谓的圣经里头的，因为他说宇宙创造之主，他创造动物就是为人创造的，叫人去管理，所以他们上面就把它发展成说我们为所欲为，所以他们对这个杀这个家畜都麻痹了，都不觉得什么啊，其实他也是一个生命，所以释迦牟尼他就是看到每一个生命的珍贵。所以只有人、有智慧，大家一般动物也有知识啊，你看人母狮也好，他们也懂得要照顾他的儿女啊，是吧？但是只有所谓的发达的智慧就是人、现在的知识太发达了，智慧落后，所以要将这个扭曲的现象扭转过来的，就要靠我们的智慧。所以，没有了，抱歉。所以西方都是自重，他们是有物质文明，但是我们东方有精神文化、所以像Beatles 或者他们这些钱赚太多的，最后我说都到印度去修行，那得到精神的慰藉。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我们亚洲的精神文化，二十世纪就是被这些
物质文明所侵害，很可惜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把它，只有靠我们的东洋的文精神文化，才能够把这个不平衡的这现象把它扭转过来。所以就是这个啊。所以我希望还来得及哦，我们要留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蓝色的球体啊，给我们的子孙啊。谢谢大家。啊，现在还有七分左右，假如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我们讨论一下也可以啊。嗯，其实假如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想提一点哦。我在这里几乎都不提这个政治的问题，其实我也很多话要讲，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叫臣民。为什么我们要臣民？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讲当愿意当日本天皇的臣民，但是臣民这是因为你从法律解释来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的，一定要碰到明治宪法。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也想谈谈这个事情，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了。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再见也说不定。好，谢谢大家。请起立。今天休困楼卡吃饭。在这里要宣导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做西装的中岛没来。